那天你想要闪电结婚，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，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。Hello， 今天呢，艾瑞斯要来替新人体验看婚宴场地。那新竹哪里？在哪里？金宴会馆哦，是去年才开的御风馆，好期待哦！我自己新密都还没来过呢，那我们一起来看吧。这次啊，我还商借了我老公来一起体验看婚宴会馆哦。那我们现在要到柜台了。Hello，Hello， 艾瑞斯，嗨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这边的定席，我是君君，君君，好，那我先带你们看场地喽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今天麻烦你了。好，所以两位的话，我们的婚期到时候决定出来的话，我们就要赶紧先定场地，然后还有定新密很重要，因为新密也是跟场地一样，只有一个。对，通常新娘呢都是两个定了以后就开始放空。没错。那我就会提醒他们说，赶快婚摄要赶快定，婚路主持人都很重要。不过像你们就有副主持人了。没错，在我们家的话，其实可以放心的，就是我们有婚庆的团队，然后我们的主持人都包含在里面。所以让新娘很轻松，她只要找新密跟婚摄婚路就好了。就放空了。对对对。好，这边请。好。哇，你今天好热闹。也有活动哦，有一些活动，所以像场地的部分，我们其实不仅仅只有喜宴，它也可以做其他的，像今天的话是刚好有拍卖会的用途哦。好，那这边今天要带你们介绍的场地是我们的起立剧场。起立剧场，对，我们其实每一个厅房啊，我们都有它的名字哦。那起立它是翻译来自于日本的，所以是美丽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就是有祝福新娘子的含义。起立，对对。不是啤酒哦，不是啤酒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看到，在进场之前啊，这里你现在全部看到的这一块，都是我们家提供给新人的哦。所以桌布的布置，它都是一直在这里，不会撤走。它可以撤走，如果需要有布置的话。那像如果我们今天有些新人他没有想要再请布置厂商。这一套就是本身含在里面的哦，所以我们是用很今年蛮流行这个蓝色的，这样省事很多哎。然后到时候你看婚纱相本，然后摆在这边，然后还有谢卡就可以了哦。这个蓝其实蛮美的，对，蛮有质感的。阿瑞斯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家收礼桌不太一样，高度哎，蛮高的。对，我这样站着就可以用了耶。最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宾客来签名的时候，不用像以前一样，可能还要围蹲，因为女生有时候可能不是这么方便，胸口的地方可能不是很方便。没错，第二个小巧思，有抽屉哦，可以放一些文具啊，对，甚至钱你可以先收一下，红包拿来就是往这里放。对对对对对，财不露白。没错，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说放包包，但包包东西一多，你拿个手机就会掉出来。很麻烦哦。对，女生比较都是小细节，对，男生好像就是比较重视说，反正你只要告诉我当天从哪一点进场的。你试坐看看吗？是我要做的啦。我帮你啦，没关系，我从这边。你坐看看。高度是很刚好的，因为我身高162嘛，就是很大部分女生的身高。这样女生收礼也是很 OK 的，的确啦，不用这样子，不用弯。哇，收礼之后也有身高限制，162标准身高。我就是很对台湾女生很大众身高。哎，你呢？你刚刚做，你觉得？蛮刚好。对，偶尔收礼也有男生。我老公180，高度很 OK。也 OK 哈。哎，这里不用打字，真的。他习惯了。那这边请。当天的话，我们这
边会有我们新人的名字哦，名字会放在这边。没错，因为每一个厅房它都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告示牌，会比较清楚。哎，其实它就是公布栏的意思嘛。对，它就是公布栏的意思，可以放桌图，就是座位图，或是放新人的大名。那接下来呢，要带两位就是进行场地上的参观咯。那今天呢，有准备一个小小的惊喜等着你们哦。那我们一起来看吧。好哦，好期待哦。哇，哎，很像，我们自己真的要结婚了。在这边请。我们可以帮新人试体验看看，真的。而且这个厅房它是直线型的红毯，那到时候在进场的时候，你看连艾瑞斯都这么有点紧张，走很快。我要提醒新人，我走很快，对，要慢慢走。是不是真的实际走在这个红毯上的感觉就不太一样了？对，像这样速度还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要慢慢享受，对不对？而且走进场就会不自觉抬头挺胸，真的，因为觉得哇，大家都坐在下面看我们。对啊，其实到时候搭配上裙摆啊，其实速度会稍微再慢一点点，因为会比较优雅。我想穿球鞋，大家都想穿高跟鞋，没错，这样健步如飞。没错，像这个场地啊，它是完全没有柱子的，所以走进场的感觉，对，你们就是每一个宾客都是 VIP 的视线，嗯，不会有柱子挡到哦。对，好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。而且今天啊，我们很幸运，因为我们有一个自己的部门叫做剧场特效课，所以今天刚好是有灯光师在现场。对，我想说，那你平常新人如果来参观的话，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机会吗？如果刚好我们场地都是展示完，然后灯光师也在，我们是可以做这样子的展示的哦。对，好棒。对，只是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啦。结婚前可以先体验一次，没错，好像彩排前的彩排。对，而且会真的有就是在这个场地办喜宴的感觉。嗯嗯。我们很多新人会开始。规划说，哎，那我要用什么颜色礼服进场？对，嗯，那再来的话，身临其境，哎，没错，想说，以灯光全亮的方式，然后再让艾瑞斯可以帮我们的新人看一下，就检视一下这个场地哦。好，啊，请我们的灯光师帮我把灯打亮哦。哦，所以这个是到时候那个宾客在吃饭的时候。的光线是像我们蛮明亮的。其实以喜宴来说的话，这个场地它是左右各一排的场地，那这个场地它最多可以到20桌，现在的话是11桌，所以比较宽松。那主桌的部分都是12位，我们可以帮宾客看一下，我们刚帮我们的新人。主桌的话它都有特别在设计过的哦，所以我们整体的色系搭配啊都是有配好的，包含我们的布置。长辈喜欢的红色，对，红碎欧大白，对，红金很大方。然后宾客桌今天看到的是金色，我们还有蓝色，金色的桌布。对，所以新娘子在选礼服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请她先选她喜欢的颜色，然后不用管我们的颜色，桌布再去配合新娘。对，是我们要配合新娘的礼服。怎么样？坐下来位置舒服吗？舒服吗？比竹节椅哈。对，它是沙发椅，然后蛮特别的，蓝色的、蓝色的，所以其实宾客坐起来也是舒适的。而且宾客桌啊，你会发现这一桌都是十位，可是这个十位很宽松。怎么样？要拍个照？来来来来来。一起感受一下，应该要在主桌拍才对。还是我们帮新人试试试看主桌位置。坐一下。很久以前结婚，现在突然要叫我试坐，我还有点紧张。来这边，对。你看一死我都忘记要坐哪一边了，你还记得？其实主桌也是摄影师就是拍照的一个很好的角度。对，来来来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好好好。对，新人们都很喜欢这样子，因为是可以、我们要手放低一点，不然对哦，对，这是一个小巧思，才不会遮到脸。我们有经验的。哎，大部分看影片的新人是还没有经验的嘛，對對對，所以你们要提醒他们。来，我们提醒他们，哎，对对，摄影师酒杯不要这样遮自己的脸哦，哎，太高了，我们要放低一点，哎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看对方，看对方，看镜头，看镜头。啊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你结几次？搞得好，你结过很多次婚，我比你还紧张。哎，这样怎么搞的？怎么搞的？其实真的是要有一点经验，然后要摄影师来带这个，会感觉会比较好。对，没错。对，有些新人还会问说裙摆空间的问题。
起来还好，所以我就没有特别。红毯也是足够宽敞哦，到时候应该会，对，经常会有会放红毯，嗯，好，我上台看看，好啊，没有问题。对，我们的萤幕的话是 LED 的电视墙，它是镶在墙壁上的。对，它不是布幕式的哦。哎，你们看我现在这样子行走很方便，对不对？到时候你穿礼服，你穿礼服是有，哎、老公你要牵我啊！而且穿礼服不可以是 新郎自己走自己的哦。好，我们穿礼服，好，来拉着裙子，对对，到时候会有小管家帮你拉裙子。你看整个动作都要很慢，然后老公走路不会那么快，会跟不上，太可爱了。没错，高度视线怎么样？还 OK 吗？挺不赖，这种对，就是自己当大明星的感觉。对，帮新人体验。然后像我们、啊、蛋糕，对，这是蛋糕塔。哎，你蛋糕好漂亮哦。嗯，到时候呢，最上层它会有一个实际可以切的蛋糕。哦哦，最上面这个是？对，因为最主要是想要让就是新人们两个人，这是同心协力做的第一件事情。所以要两只手一起抓吗？对。对啊。我们有切蛋糕。有啊，我们有啊，我们户外是有啊。有没有一种回忆到当初结婚的感觉的甜蜜？有。到时候会有真的蛋糕，然后给大家、给新人们切。好。这个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呢。不用再加价，不用，在我们的配套里面、专案里面都有送那个蛋糕，对，跟着不同的餐价就有赠送。那、这个蛋糕是可以吃的吗？对，最上面新的真的蛋糕是可以吃的，然后到时候就是看要分给主桌，或是说直接带走，因为其实餐点的菜色蛮多的，所以大家吃饱想外带了。对，占六个人也不会。没问题、因为通常我们会在舞台上比较多人数的时候是双方父母，对，好像可以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真的有游戏可以是这样，也可以安排跳舞。艾瑞斯结婚的时候有跳舞？没有，这不算吗？体验的时候才可以这样子，还蛮稳的、哎。感觉你们还是很开心哎。我们应该要有个周年的活动，然后再来一场周年婚礼吗？对，周年就纪念啊。没有宾客要来，不好意思。那天我们两个真的很开心而已，太可爱了。好，我不能跳、你跳跳看，你可以试跳看看，没有问题。我来帮我们试跳看，没问题。这个这舞台就是没问题，才是合格的，没错。确定，来跳跳看，下，然后又不见了，可以啊。对，我不会，你们可以两个人一起跳跳，一起跳，超级玛丽吗？超级玛丽，好，一，等下我这边，好，一二三，好。可以帮我们证实舞台是没有问题的，是可以跳舞的。好，来这边请。好，那新娘穿的礼服，没错，要慢慢走。老公，你老公要先下舞台。没错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带大家走旁边的秘密通道，我们要去洽谈区做介绍喽。好，这边请。就搞得好像自己又再结一次婚了，忘记今天是来洽谈的。玩得很开心，其实看场地也是可以看得这么开心的哦。秘密通道，没错。然后所以这里就来到你们的咖啡厅。是的，其实很少数有婚宴会馆，其实它里面会有咖啡厅的。你说咖啡厅，我想说应该去楼下吗什么的，哎，结果居然在旁边。对，我们这边的话其实它平常有附设咖啡厅，它还有餐点，所以有时候像工作人员也可以在那边，对，都可以先点饮料啊。嗯，还蛮方便的，而且它的空间就是视野也很适合拍类婚纱。那就我们工作人员不用去叫 Uber， 没错，直接买这里就可以了。哦，对，那今天带你们洽谈的地方来这边请。哎、那旁边干嘛一直偷笑啊？来这边请坐。灯、光。对，那我坐那边。好。那我们在新人呢、一开始来跟我们做接洽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提供一个这样子的表格，这个都是我们其实针对了上百位的新人，他们比较在意的资讯跟一些讯息，可以帮我做勾选，稍后都会帮你们做详细的介绍哦。好，那我先帮你们准备饮品哦，你们可以先讨论看看。哇，这是新人来这边还有饮料喝的意思？没错，对，哇塞，北拜，不错不错。
艾瑞斯发现啊，这个咖啡厅还有个很棒的功能哦，因为我们常常啊，晚宴的新娘都因为午宴的新娘房还在使用，所以开妆的时间呢都会被压得比较晚。那我们新蜜呢，艾瑞斯家都会建议新娘能够另外找个地方提早开妆。但是呢，因为新竹经验会馆这边有个咖啡厅那我就想到啊，是不是可以让晚宴的新娘可以提早来这边梳化？他们说可以哦。哇，那甚至新娘呢还可以跟闺蜜们提早先来吃个午餐，或者是先吃个下午茶，然后我们边梳化，是不是很开心呢？这边就是这里，你看有自然光而且重点是啊，有插头，超棒的，让我们新蜜就可以提早开妆了。那位置呢也蛮大的，所以刚刚一来啊，我就相中这边，就是未来我们如果带晚宴的新娘来的话，就可以请新娘先来这边准备开妆。这个空间呢，我觉得超适合新娘跟伴娘来开趴的让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，就是在我们少女时代呢很流行的一首歌。来，我来 cue 一下我们家的歌后，跟我同年代，我觉得你一定会唱。我想到那一首《明天也要作伴》，你应该会吧？哦，会。我永远记得今晚，我们回忆往事，梦想未来，感动聊不完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勇敢。字幕突然不见。可是我觉得这段蛮好笑，就是我觉得是好，你再来，你再来，所以就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来实际点餐，看看他们有什么餐点哦。嗨，是有餐点吗？有啊，这边都可以看。那我们还蛮推荐早午餐系列的。早午餐是不是？里面都有附面包、薯条、沙拉。还蛮丰富的。面包、薯条、沙拉。最大喜，这个是。舒化的是推荐的。推荐的。然后那个绿色叶子是素食。对。绿色叶子是素食。哇，有甜点呢。我们甜点的话是我们手做甜点。都蛮推荐的。你要吃什么？看起来都不错，有点难选。早午餐吃还有附什么？有面包、薯条、沙拉。对。饮料的话，我们是用另外加购。加购。那我吃。你想吃披萨吗？你想吃早午餐？我吃早午餐。您说鸡腿排有附面包跟薯条沙拉。然后就是，如果是鸡腿排，就是一个排，然后餐是鸡腿排，那就鸡腿排。哇，那新娘最期待的参观新娘房。
谢君君，今天真的麻烦你了，让我呢可以重温当新娘的感动，重新呢体验参观婚宴会馆的感觉，还有四次新人套餐，太棒了！我刚刚叫我老公把剩下的吃完，分量很足够，超赞，连他都赞不绝口，他是个吃货。然后，叫婚色大嘴吃吃看，他说真的很难得吃到新娘餐这么好吃的，太好了，所以新人一定要自己来体验，真的。好好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只介绍了一个剧场，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，可以帮我们上我们的脸书或是官网，都有资讯哦。会有最新资讯吗？没错，还有优惠哦。好，这个新娘应该很想了解。在这里哦，或者是大家对我们的影片有什么问题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哦，我们会来回复哦。谢谢你，谢谢，拜拜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勇敢，不管是否天涯两端，只要是情谊够长，缘就不断，常常联络不准懒散。明天心也要作伴，也要自然，就像现在真诚简单，要是你有人商量，我最喜欢，欢迎找麻烦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